Hello， 大家好，我是看到机甲和美少女就会兴奋的钢弹模型制作家千鹤艾尔莎。众所期待的魔法少女小圆联动呢，终于也要在繁中服正式推出了。那这一次呢，一样会为各位带来小圆联动的活动介绍，以及角色简介，还有抽卡建议，大家呢可以参考看看。那因为这一次的内容呢比较多一点哦，而且呢大多数的形式啊都跟之前的联动相同，所以有些内容呢我会讲的比较简单一点哦。那么在开始之前呢，先跟大家提醒一下哦，这一支影片当中呢所用到的部分其他表格或资料呢，大家只要打开下方的资讯栏哦，就可以找到这些资料的网址了。这次小圆联动的活动形式呢，是刷挑战票农 BOSS 关卡的无限池活动。简单来说呢，就是先刷 1x3 农 BOSS 挑战票，然后呢用挑战票啊去刷 BOSS 农无限池的硬币，再用硬币呢去抽无限池。那这一次活动的常规奖励呢，包含四星的眼镜版小燕，都是从无限池的前六池获得哦。从第七池开始呢是无限池，不过呢这一次的无限池啊跟莱莎的大不相同哦。第七池之后呢，奖励基本上啊只有安慰奖的程度哦，完全不建议刷。所以实际上呢，只需要把前六池的常规奖励都刷完就可以了。而透过每日任务、活动成就以及抽卡的阶段里程奖励，可以获得名为魔法结晶体的活动代币，用来呢在兑换商店中兑换道具。那兑换商店呢分为两个阶段哦。第一阶段呢，全部都是这一次联动角色的培养道具，数量呢也是刚好可以把每位角色都练到全满。那第二阶段呢，就是一些比较常规的通用奖励哦。不过呢，这边要特别注意一下哦，在第一阶段的道具全数兑换完之前呢，是没有办法兑换第二阶段的哦。就算你抽满400抽啊，也不够把第一阶段全部都换光。所以呢，正常来说呢，一般人哦是不会换到第二阶段的，也算是一个机甲少女灾情后的防呆机制吧。至于详细要怎么兑换以及角色培养呢，建议大家我可以直接拉到最下面查表比较快。那后面的角色培养的部分呢，我也会再讲一次哦，这边就不多做赘述。不过呢，这边要特别提醒大家一点哦，联动的每日任务呢也会有活动代币，但是呢并不会有红点提醒你解了没哦，所以大家呢不要忘记哦，每天呢记得去确认一下联动的每日解完了没。毕竟活动代币啊直接影响到联动角色的练度哦，漏解的话呢还是会蛮亏的。这次小圆联动的抽卡方式呢，和之前的联动都相同哦，一样呢是用1800段数结晶10抽，或是用10张红卡换一张可以10抽的魔法招募卡。那这次联动呢，一样会先送一张魔法招募卡哦。再来，这次小圆联动的角色呢，一共有6位哦，其中呢，苍金四星的眼镜版小燕呢，透过联动的活动成就就可以取得。而小圆、沙野香、小燕、信子这四位角色呢，需要透过进阶招募抽卡获得哦。那进阶招募呢，总共有2池哦，第一池光之剑、水蓝之刃 ，PU 的角色呢是热熔五星的陆木原以及电池五星的美术沙野香。第二池影之烈焰赤红之枪 ，PU 的角色呢为苍金五星小美燕以及热熔五星佐仓信子。那两池的角色呢都是各自独立不互通哦。那由于这次的进阶招募呢，一池呢是 PU 两只角色，所以阶段奖励满了之后呢，会获得一张对应的兑换卡。用这个兑换卡呢，就可以到兑换商店当中啊，自选该池两只五星 PU 角的其中一只哦。换句话说呢，收集这四只角色最理想的情况是180抽，两池呢各自抽一只，各保底一只。那最差呢就是360抽，保底4只。那联动期间呢，只要累积消耗段数结晶哦，就可以按照消耗量啊获得对应的奖励，其中呢也包含了苍金五星拔马美以及它的专用培养材料。另外呢，联动卡池中的每一次10抽呢，也会比照1800段数结晶的消耗量哦进行计算，所以抽卡呢也是有计入累积消耗的哦，不是说真的只能花费段数结晶才算。那以上呢就是这一次小圆联动六只角色的取得方法，并且呢全部都是随着活动一起开放哦，然后持续2周。时间塑形者小美燕眼镜版释放型追加回合单体封锁辅助绿色苍金属性的四星战术类型角色，普攻对敌方单体造成伤害后击退 10% 行动条，目标身上没有一项减衣状态呢额外击退 3%。二技呢对敌方全体造成伤害后附加2回合的速度下降，并且呢有 85% 的几率有附加1回合的束缚，处于束缚状态中的目标呢不会受到任何行动条增减效果的影响。三技呢对敌方单体造成伤害后解除目标一个增益状态，并且呢附加2回合的禁制结界，再推进自身 30% 的行动条，处于禁制结界状态中的目标呢将无法获得追加回合。专属武装呢，提供额外的状态命中加成，并且强化二技效果。冷却时间呢，降低1回合，并且提高束缚15%的发动几率。
在技能发动前呢，赋予自身一回合的状态命中上升效果。眼镜版小燕的禁制结界呢，是可以封锁现金非常强势的追加回合的手段哦。不过呢，因为是需要发动技能才会有效果，而且对象呢只有单体，并且呢是 debuff 的形式哦，还会有被免疫啊或抵抗的问题哦。使用上呢条件相对严苛哦，基本上呢是属于五星小美燕的弱化版，通常呢是作为总力挑战的状态命中资料链插件哦。光之剑、陆木原、核弹级贯穿型范围输出，红色热熔属性的强袭类型角色。普攻呢，对敌方单体造成伤害后，赋予自身一回合的攻击力上升状态。当自身呢带有增益状态时呢，推进自身 12% 行动条。二技对敌方全体造成伤害后，有 70% 的几率呢再追加发动一次三分之二伤害的二技。如果呢成功发动追击哦，则减少三技一回合的冷却时间。三技呢对敌方全体造成贯穿 60% 防御力的伤害。当三技处于可使用状态时呢，任意目标使用技能后，叠加最多12次使用三技时的 5% 暴击伤害跟 3% 防御力，并且呢自身回合开始时呢解除身上两个减益状态。专属武装呢提供额外的攻击力加成哦，并且强化三技效果。新增被动能力，自身首个回合开始前呢受到的伤害有降低 30%， 并且呢三技贯穿的效果提高至 85%。小圆与马美呢，吸收整顿竞技场的风气哦，将现有的坦心复活 Meta 全速淘汰，再次回到核子战争的时代。三技无条件85%贯穿防御的范围伤害啊，基本上哦，除了锁血或特殊机制啊，很难在三技后留下活口。第一回合开始前呢，还带有30%的减伤哦，大幅提高非核弹的刺杀门槛。原神的降临呢，将会载至 PVP 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哦，甚至后续出了不少可应对的角色之后呢，仍然是 Meta 的核心。而 PVE 方面呢，大招的伤害哦，也不输高倍率的单体技能，一技呢也可以自行提供大招前的攻击力上升，二技如果有触发追加回合呢，还会再缩短大招的 CD 哦，减少爆发的间隔。虽然目前呢没有需要范围伤害清场的高难度关卡哦，但是以打单体的场合来说呢，伤害仍然是不错的。水蓝之刃美术沙野香，自我强化型范围贯穿输出，蓝色电池属性的均衡类型角色。普攻呢对敌方单体造成血量增伤的伤害后，有 85% 的几率呢造成一回合的防御力下降。当自身带有增益状态时呢，防御力下降的几率哦上升至 100%， 并且呢该次攻击的状态命中提高 50%。 二技开场时呢获得50点能量，当自身以外的角色使用技能后呢，增加自身10点能量以及推进自身 6% 行动条。当能量达到100点时呢，发动二技效果，解除身上一个减益状态，并且呢当生命值高于 50% 的时候，赋予自身暴击伤害上升跟防御力上升。生命值低于 50% 时呢，赋予自身持续回复跟防御力上升。上述的状态呢均持续两回合。三技对敌方全体造成贯穿 50% 防御力，并且带有血量增伤的伤害后，赋予自身两回合的状态抗性上升。专属武装呢提供额外的热熔减伤加成，并且呢强化二技效果。开场时呢获得的能量啊上升至65点，触发效果时呢可解除的减益状态啊提高至2个，并且呢同时获得三种效果。若自身带有减益状态，则其他角色使用技能之后，自身增加的能量呢上升至15点。那山野香的被动呢有着不少的自我强化 buff 哦，大幅提高自身的生存能力以及伤害。加上啊，大招又有 50% 的贯穿效果，虽然不及小圆呢，但也是非常不错的范围伤害。整体来说呢，是个体质好又有不错伤害的肉型打手，理应呢是个不错的 PVP 角色哦。但是在核战 Meta 中呢难以发挥哦，总力中呢则是伤害还不错的破防手。影之烈焰小美焰，开场型追加回合群体封锁辅助，绿色苍金属性的战术类型角色。普攻对敌方单体造成伤害后，击退 10% 行动条，目标身上呢没有一项减益状态啊，额外击退 3%。二技呢，在开场及自身使用7次技能之后，赋予自身两回合的绝对秩序，可以无效敌方全体的追加回合效果。当自身受到攻击时呢，每4回合可以使用二技进行追加攻击，对敌方全体造成伤害后，有 60% 的几率延长目标全部技能的冷却时间一回合。三技对敌方全体造成伤害后，缩短目标全部增益效果的持续时间一回合，并且呢有 85% 的几率有造成两回合的速度下降以及束缚。处于束缚状态的目标呢，不受到任何行动条增减效果的影响。攻击后呢，如果目标的减益状态大于两个，则延长自身增益状态的持续时间一回合。攻击后呢，如果全体敌方目标都带有减益状态，则自身呢获得追加回合。专属武装呢提供额外的状态命中加成哦，并且强化二技效果。自身使用技能5次后呢，即可赋予自身绝对秩序，延长目标技能冷却的触发几率呢提高至 75%。
小燕的开场无条件无效追加回合呢，在目前的 PVP 中哦非常的强势，大招呢则能够再进一步的降速以及封锁推条效果，二技的反击呢也能延长敌方的技能 CD， 普攻呢一招 debuff 数量的多寡、也能有不错的退条效果。虽然在核战 meta 中呢主动技能未必能用到，但是光是封锁追加回合这一点哦，在 PVP 中啊就是无可取代的存在哦。而 PVE 方面呢，除了封锁追加回合以外啊，整个技能组哦都有非常优秀的退条及延长效果，就是伤害比较平庸了一点哦，算是比较纯的弱化辅助。赤红之枪左仓信子，吸引火力型伤害分摊宝牌坦克，红色这种属性的防卫类型角色。普攻呢，对敌方单体造成伤害后，恢复自身 20% 已损失的生命值。如果是非自身回合的话呢，恢复量只有一半。二技呢，为友军分摊 20% 的伤害。当自身以外的我方单位受到攻击时呢，每三回合可以发动一次二技效果，赋予我方全体两回合的防御力上升，以及赋予自身一回合的吸引火力。当自身处于吸引火力状态时呢，受到的技能伤害有降低 16%， 并且呢，敌方全体有只能攻击自己。三技呢，对敌方全体造成伤害后，赋予我方全体两回合的暴击抗性上升。该攻击呢，自身每损失1%生命值哦，伤害上升1%。专属武装提供额外的电池减伤加成，并且呢，强化三技效果。三技使用后呢，叠加最多三次的受治疗量10%，并解除自身一个检验状态，赋予我方全体暴击抗性上升的持续时间呢，上升至三回合。信子呢是一位生错时代的宝牌坦克哦，比艾卡西亚更高的伤害分摊与杰西类似的单体攻击嘲讽，再加上暴击抗性上升啊，不但可以降低受到的伤害，还能有效打断许多角色的技能联动效果，宝牌性能呢极其优秀哦。如果呢是放在长期战时代啊，又是一位难以处理的热熔宝牌坦克。但问题是呢，小圆版本之后啊 ，PVP 哦已经全面进入核战时代，这类型的角色再怎么优秀哦，短期内推出的角色还不够多元的情况下，我都难以发挥 PVE 的部分。份呢，如果有需要增加队伍的抗压能力哦，效果还是不错的。只是呢，大多数的情况下、并非必要哦。另外，后续总力挑战 2.0 的时候呢，似乎会有不错的效果，但是详细的情况呢，我就并不是很清楚了。黄金之师巴马美，忽视防御型范围输出，绿色苍金属性的强袭类型角色，普攻对敌方单体造成伤害，目标每损失1%生命值呢，伤害提高 0.15%， 对电池属性伤害增加 10%， 如果目标生命值低于 25% 呢，则本次攻击贯穿目标 100% 的防御。二技呢，对敌方全体造成伤害，目标每拥有1%生命值，伤害提高 0.15%， 并且呢，该次攻击不会被反击。当触发援护攻击时呢，会以二技进行攻击哦。三技对敌方全体造成伤害，对电池属性伤害呢增加 4-5%， 自身的攻击力呢每比目标多一点，则本次攻击呢忽视目标 0.015% 的防御，高于目标6667点攻击时呢达到最高可忽视防御 100%。专属武装提供额外的攻击力加成哦，并且强化三技效果，对电池属性的伤害呢增加 25%， 每高于一点攻击力的忽视防御呢提高至 0.025% 哦，高于目标4000点攻击力时呢达到最高可忽视防御 100%， 并且呢降低冷却时间一回合。马美呢与小圆哦携手将 PVP 啊带回核战时代，虽然忽视防御呢有攻击差额的条件限制哦，但要达到足以秒杀对手的攻击差额呢也并不是难事。另外呢，忽视防御啊是会跟防御上升 buff 进行加算的，例如呢对方有防御力上升时呢，忽视 100% 的防御就会是加60减100，最后呢仍会留有 60% 的防御力。相较于小圆的无条件贯穿呢，要达到高额的破防啊还是有一点条件及限制，虽然先手攻击的话呢没什么差别就是了。而 PVE 呢，由于总力 BOSS 的基础攻击力很高哦，大招呢几乎没有忽视防御的效果。虽然二技对高血量有增伤效果，但是技能本身的倍率并不高，满血呢也才增伤 15%， 加上普攻的 25% 斩杀效果呢也很吃缘分哦。说穿了呢，就是个伤害中规中矩的范围打手，在总力的表现呢并不突出哦。这次小圆的联动当中呢，扣除活动奖励的眼镜版小燕不谈，需要消耗抽卡资源的五位五星角色呢，全部都是 PVP 表现优异的角色，尤其是小圆跟马美啊，直接重启核战，基本上呢会载至 PVP 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哦，甚至到了后续各种对应方法出现之后呢，也都还是 meta 的核心。而信子和沙野香呢，虽然在核战 meta 中难以发挥哦，但是本质上呢还是很不错的 PVP 角色哦，难保未来角色更多元之后呢，会再次有发挥的空间哦。而小圆、沙野香跟马美虽然可以在 PVP 中呢打出漂亮的伤害，但实际上呢这一些伤害啊都是来自高额的自带破防，在 PVE 容易常驻破防的环境中呢，比起不依赖破防就能打出高伤害的角色啊，伤害会被稀释掉不少。所以除了小燕在 PVE 呢仍然是不错的弱化辅助以外啊，几乎都还是 PVP 的表现哦要再更亮眼一点。
那这一次小圆联动的抽卡建议呢，我也准备了几种比较推荐的方案哦，大家呢可以对照着参考看看。如果呢你是 PVP 取向的玩家，我会蛮建议抽这一次小圆联动的角色。如果资源比较少一点，我会建议优先入手小圆跟小燕，最多呢两池各保底一次哦，共180抽。马美呢可以零转两招满技。如果呢是资源多一点的话，我可以考虑250到270或是350到360其中一种方案，入手3到4支五星角色，然后呢舍弃一部分角色的技能或专武，也可以让大多数的角色呢都满专满技。那如果呢你的运气还不错，两次保底呢就抽到4支角色，那也不是不行哦，把小燕呢作为纯工具人培养哦，其他角色呢还是可以满专满技的。那如果呢是 PVE 考量比较重的玩家，我会建议哦先看看自己喜不喜欢小圆这个系列的角色。如果很喜欢呢，也想要加减抽，那就看是要350抽全刷哦，还是省一点呢，两池各80到90抽，拼看看运气啊，看能抽到几只，甚至呢再更省一点哦，丢个100抽啊，抽个小圆加马美也行。那如果呢你对小圆这个系列真的没有爱哦，完全不抽也是没有问题的、哦，还可以把活动代币呢拿去兑换一大堆的金色 USB 跟金色装武材料、哦，也是斜赚一笔。不过没有小圆跟马美的话呢，后面的 PVP 哦会有一段时间比较痛苦就是了。那如果你没有要四只角色全抽的话呢，我个人的建议入手优先顺序哦是小圆、小燕、杏子、沙野香。另外呢还是要老生常谈一下哦，巨变的抽卡资源呢确实是不太好存哦，间隔不长啊，角色又香，在抽卡之前呢还是要留意一下、哦，后续的抽卡资源够不够用。近期呢比较可能会推出的强势角色啊，大概就是跟着主线同时推出的主线角尤伊跟克拉丽斯，尤其呢是第十章的尤伊哦，按照间隔来看呢应该是差不多要出了，而第十一章的克拉丽斯呢最快大约是在尤伊之后一个月左右会推出。不过呢以上也只是我个人目前没有情报依据的推测啦，就参考看看就好。而且呢近期台服跟日服的排程呢也不是很常规哦，没有情报依据的话呢其实也很难推测。如果呢对最新的未来即时资讯或预测有兴趣的话呢，也欢迎晚上哦有空来看看我的实况，其实呢还蛮常聊到这类的话题哦。那么在决定好要抽几只小圆系列角色之后呢，接下来啊我们就来聊一下练度要怎么分配。这次小圆联动呢虽然多达六位角色哦，但是呢在练度资源的分配上啊要比之前的机甲少女还要再更加简单。那这一次呢我也一样整理出了几种比较常见的方案哦，大家呢可以从下方的资讯栏打开表格，然后呢拉到最底下、哦，按照自己的抽卡数量呢去找到对应的方案。表格内呢都有我建议的练度以及分配方式。那因为影片篇幅的关系哦，这边呢我就不提太多细节。总之呢技能点满就是33个技能晶片，满专的话呢是68张武装申请函跟160个专武材料。那如果没有要点满的话呢，表格内的数量啊都是已经算好的了，照着换就可以了。那大家呢如果查表后啊还是有疑问的哦，也欢迎晚上来实况个案讨论。总之呢这一次的小圆联动啊，除非你很强求技能都要全满，不然基本上啊你只需要担心抽卡资源的部分就好。只要按照我表格中的建议呢，适度的舍弃部分的技能或专武，在练度方面呢是完全不需要氪金的、哦，比较不会有选择困难的症状。不过呢回过头来讲啊，因为这一次的角色数量也比较多哦，抽卡资源其实也不便宜就是了。那最后呢来稍微聊一下这一次的联动礼包哦。首先抽卡资源的部分呢，170元实抽这一包哦是最优先的、哦、，CP 值 5.82 哦，平常几乎遇不到。有想氪金的话呢，这包最优先哦。再来，如果是平常有把月卡、周卡、通行证都买满的玩家呢，还想要继续氪金的话，大中小型纪念礼包呢，我这边是比较推荐买大型的哦。虽然单价比较高呢，但 CP 值呢比平常的礼包还要再高一点，量又够多。有缺大量抽卡资源的话呢，可以买哦。那中型的话呢，如果真的大型买到不够了哦，才推荐买中型来补哦。CP 值虽然稍微低了一点哦，但也还行。而小型的话呢，基本上就不推荐了哦。除非呢你是真的连中型都买完了还缺哦，不然呢不推荐直接买小型礼包，还不如呢买平常的330元实抽包哦。那培养资源的部分呢，正常来说是不会用到啦。如果呢你真的想要技能全满哦，通常也只会氪到一到两包小型的。那如果呢是要氪两包的话呢，因为有两种型号哦，记得要一型跟二型的各氪一包小包的，不要买到一样的了。然后呢内容物两项啊都自选技能晶片就好。那以上呢就是这一次魔法少女小圆的联动前导资讯，希望啊对大家呢会有所帮助。后续呢如果有什么重要资讯或是错误需要更正的，会再发影片呢跟大家通知，还请大家呢以实况啊或新影片的内容为主。那每天晚上8点呢，我也会开各种的游戏实况哦，也欢迎各位一起来聊聊天。最后呢，祝大家哦都能抽到自己想要的魔法少女。那么我是千艾尔莎，我们下部影片见。